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嗯。感恩十方诸佛菩萨，感恩一切龙天护法菩萨。嗯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。感恩诸位法师。感恩全世界的佛友和义工们，尊敬的台长师父你好。嗯。我现在帮助这位师父问一下他的图腾。啊。他是1963年属兔的，他是2000年。得的是类风湿关节变形，2013年开始修心灵法门，请台长师父帮助看一下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63年属兔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法师啊非常的可怜，从小爸爸妈妈就发生了情况。是。他整个身体严重缺钙，而且还有点萎缩。是。第三，他小时候受过一次惊吓，他的心脏受到了一些伤害。是的。人家不知道的事情我都能看到，明白吗？然后现在我看他的关节还是主要还是有点萎缩，所以他的腰和他的关节都有问题。那么看他的身上有没有灵性，是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法师在他身上，他曾经拜过一个师父，这个师父后来圆寂了，很喜欢他。是的。现在你要叫他把这位师父要超度掉，如果不超度度掉的话，他跟他的前世冤结很深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嗯，他现在年纪不大，第一有一个耳朵听话不是很清楚。对的。第二，他的眼睛看东西看远还可以，看近他有点模糊。是的。第三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的良心非常的善良，经常帮助别人，只是他在给别人念经的时候他帮人家背业很多。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还有他的腰也不好，还有他经常有些偏头痛。嗯，是的。所以要叫他好好的念经，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把经文念到底。我觉得他应该多念，每天念5遍礼佛大忏悔文，还有大悲咒。大悲咒要念21遍，好吗？好的。他这个病，这个师父要请走的话，是87张小房子。好的。其他没什么大问题，师父给他当场治了一下，我就让他两个腿马上就会发热，你看啊。哦，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，
好，你现在慢慢的会感觉两个腿会热的，你现在有一点点感觉热吗？有一点。嗯，好，你现在叫他右腿可以动一动，往前抬一抬啊。嗯，好好，嗯，好，再抬高，等等啊，我叫你抬，一起抬啊，一二三，抬抬抬，再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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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，好，左腿再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好，放下来，把两个管棍慢慢的拿掉，好，师傅帮你针好，好，站得稳吗？好，往前走走看，慢慢走啊，来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往后退，来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腿热不热？腿热不热？热。好了，感恩师傅。好，把拐棍给他，你要有信心，你的腿会好的，好吧？因为你已经发愿了，你是一个好的比丘尼，所以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你的。你放心好了，你这个腿大概7个月到8个月，师父可以让你，台长可以让你整个不痛，很容易的。把这些经文念掉。感恩师父。好吧，好了。师父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好，师父主要总共念小房子多少，还有放生多少？小房子一共要念225张，放生要13000条，慢慢放，好不好？好啦。师父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很快的问一下，一个七一年的猪，看一下需要多少小房子，还有身上有业障多少？71年的猪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啊，业障还有27，小房子念69张。需要放生多少，师傅？放生3500条。师傅，还有就是以前许过的小房子，是不是需要继续合在一起的？好好念，好吗？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太晚了啊，好。